那一年冬天，姐姐十八，我九岁，发生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。姐姐带着我去县里看了一场电影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电影，也因为这场电影引出了后来的故事。哎哎，孩子们下来干什么？看电影啊。电影都演一半了，下来吧。啊，一半，赶快。哎哎，下来下来下来，买票啊，不买票能看什么票啊？电影票啊，什么票？还有买票啊？不买票能看啊？那个票多少钱一张啊？1.5毛一张。啊，这么贵呀？啊，那个同志啊，我身上没有拿钱啊。哎，没拿钱就回吧，不能看。不是，爷爷，求求你，你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好不好？我们走了六七个钟点，不能看吧？别嚷了你。啊，求求你了，不能看。同志，不买票就不能看，知道吗你？啊，同志，我们身上没有钱。电影开演了吗？哎，都演一半了。是那个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吗？啊，就是那个。还卖票吗？还卖。多少钱？1.5毛。哦哦，给我来张票吧。啊，拿着。啊，求求你了！不是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们真的是买了票的，山路才到这里来的。没买票都不能看。是，走了好几个钟点，我们不知道看您要买票的，就看一眼好不好？这只娃娃怎么回事？别闹了，不要吵了，别闹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你这娃娃，那个同志，再给我来几张票。那个，再来两张吧。你不是买了一张吗？再给我两张票。一个人只能买一张。哎呀，给你钱你就卖给我吧。你管我的？你再给我两张票。好好啊。给你们去看吧。哎，谢谢啊，我们不看了，走。哎呀，我都看过了，我这是来看第二次了。不行不行，这个真的不能收，回家。一会儿电影就演完了，这票都买了。姐姐，姐姐，那谢谢啊。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走走。嗯。你这小伙子学雷锋啊。这个就是那个瓦尔特吧？啊啊，是。叫的哥哥吗？啊，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我就是这村的，杨家窝棚。我是上头乔家堡的。哦，乔家堡的。那个瓦尔特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那他长得什么样啊？你不是看见过吗？看见过怎么不知道啊？我没看过，我就是听他们说的。哎，里边有句话是不是这么说的？那个，空气在颤抖。仿佛天空在燃烧，我是游击队员瓦尔特。什么意思呀？嗯？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就是觉得好听。哎，我就是杨家窝棚的，我叫杨红旗。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一天没一个影儿。半夜三更才回来，爷哪儿去了？哎，麦朵儿，你说，我们去捡苞米了。苞米呢？过来。
快点！你个龟孙子，连老祖宗你都敢唬！南翔，你说，到底去哪儿了？爷爷，我饿了。你还知道饿？你不是吃苞米了吗？今黑夜就没给你们留饭。 奶奶，其实我们是去县城看电影了。什么？电影？电影？哎呀，电影就是好大好大的一块白布，上面还有好多人呢。哦，有的就跟唱戏一样。唱戏？ 还要到城里看，你大伯不就能唱吗？哎呀，跟那个戏不一样的。这个戏没戏台子，就是好多外国人啊，在上头还打仗呢，就跟麦多一样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就这样的。哎呦，这丫头就扇风吹胡的了吧？哎，真的，不信你问麦多。麦多，这会儿倒睡着了。 妖魔鬼怪，各路神仙，走走，赶紧走！要不然叫扮猪哥抓你，走啊，走啊，快走！要不然叫扮猪哥抓你，妖魔鬼怪，各路神仙，走走。春联不觉晓，处处听家响。哎，停！不是闻家响，是闻啼鸟。 什么？4毛5？我一个月才挣7.63块了。哎呦，七叔，我实话跟你说了，我去县城看电影没拿钱，欠下人家了。什么？欠谁的？杨家窝棚。 杨家窝棚，人家请你看电影了，男的？哦，还有麦多和墩子跟着呢。啊，拿着。 还人家，咱不欠人家的啊！嗯，谢谢七叔。哎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麦霞。 空气在颤抖，仿佛天空在燃烧。我是游击队员瓦尔特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谢谢你请我们看电影。这个我不要了。为什么？我特意给你拿来的，你拿着。我都说我学雷锋了。不行不行，这个你一定得拿着。 那你要非要给我，就给我一张你的照片吧。你要我照片做什么？那个电影里头革命战友，街头都是要照片的。那个我不白要你照片，这个给你。
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新的呢？不行不行，这个太稀罕了，我不能要。给你。不行不行，哎，你拿着。你拿回去。哎。哎呦。我回去干活了。哎。 姐，给他这张不就行了？这张怎么了？四毛五毛，你一张相片你还觉得亏得慌？七叔一个月才挣……哎呀，不是的，哎呦，都是这个该死的照相师傅，把我都照成单眼皮了，这让我怎么给嘛？什么单眼皮啊？哎，小姨娘，啊，给我看看。 这有什么难啊？拿铅笔啊，在照片上画一下，单眼皮不就成双眼皮了？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姐，给你铅笔。哎，麦香，我听我家小英说，城里白布上演戏，演的还是外国戏啊？啊，是的。哦，我当闺女时听说过，叫电影，川上演过，有一回。 我们几个闺女偷偷跑出去想看，结果叫我娘抄了近道给劫回去了。不过那也不是外国戏。麦香，那个娃娃到底是个什么？给我讲来听听呗。我来跟你说，那不叫娃娃，叫瓦尔特，他是个大英雄。小英娘是村里有名的满街跑，姐姐看过电影的事情，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。 瓦尔特的故事越讲越玄乎，慢慢跟我们村子都扯在一起了。我跟你们讲，要是没我爷爷，就没有这个瓦尔特。当年瓦尔特开着飞机，他小日本那穿梭在小日本的枪林弹雨之中，一个不小心就被小日本打中了，就从飞机上掉了下来，受了伤。当时啊。 我爷爷就在后山放羊，正好碰见了。哎，我爷爷眼珠子这么一转，就计上心来，就把瓦尔特藏在我家后山的地窖里头。从那以后，我爷爷每天是送吃的，送喝的，啊，整整送了一冬天。哎，就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，那狗日的小日本啊，他愣是没发现。哎，厉害不？ 你这个外乡人啊，你懂什么？你只懂其一，不懂其二。那那二呢？啊，你还知道我们村的事儿？那你来讲，我不讲。你讲。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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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我瓦尔特在这儿，你慌什么？紧接着，瓦尔特拿起了我爷爷手中的锄头，就对准了小日本的飞机啊！你们记住了啊，就一锄头，特别准，一下就把日本的小飞机给打下来了。这就叫瓦尔特拿着锄头打飞机。 再说，正月的戏不唱了。
不唱了。你说不唱就不唱了。在山里人呐，寻点乐呵不容易，怎么没乐呵得想法的寻点乐呵不是？要不在这大山里头啊，那不憋闷死啊？还怎么种地、生娃、养活家、养活人？大家伙都忙活一年了，你这一撂挑子，我怎么跟大伙交代？我都去叫了，他们都去狗子叔家听瓦尔特去了，说顾不上排戏了。你听见了吧？你看见了吧？我就是唱了，也没人看。你，亏你还是咱们原上的角。嗯，真是的。走。今天叫大伙来啊，啊，就是想说唱戏的事儿。不看戏靠工分不？为什么不看戏呀？啊？别的村儿想看还看不上你。那鲤鱼河年年又是烧烤，又是脚镣的，还让日本鬼子给打死了。这正月里年年让大伯来这么一回，你就算是牺牲，那年年牺牲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就是，年年让我演铁梅，正月里哭天喊地的，我婆子早就不乐意了，我也演烦了，我就不能演个别的？现在就实行这，啊，不演这演什么？演个瓦尔特不行吗？什么？瓦尔特，瓦尔特，狗子讲的瓦尔特比红灯记好听啊！就是，你说这有什么用啊？那就把乔班主演不了啊！演不了，是就是啊！演不了，你说什么？演不了，我什么演不了？过去那关老爷我都能演得了，一个瓦尔特有什么？哦，这不是一回事儿。瞎说什么呀，乔班主是个角，什么不能演呢，是吧？就是，我给忘了，乔班主就是个角，谁都知道了，是吧？我们可是背着娃娃进当铺，当然把你看了，你可别让大伙失望啊，是吧？就是明儿要是看不上瓦尔特的戏，那你可就是茅坑里扔炸弹。那激起民愤了，俺们以后也就不认你这绝喽！你等着，天上雷破雷，地上谁怕谁？啊，正，唱，菜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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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
你知道瓦尔特是什么吗？啊，你就敢演？我看明天你给大伙儿演什么？我没逞能，那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吗？都是你这个野女子惹的祸患，这么大个元帅，出你大白这么个局，容易吗？现在可好，都叫你给毁了。
牛皮吹大了吧？现眼了吧？咱们乔家祖祖辈辈都是实在人，明天演不了瓦尔特，别说咱们脸上无光，就是地下老祖宗都睡不安稳。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麦香，麦香，麦香！哎呀，麦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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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娘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都怨你们，瞅的啥羊角风？满香，满香是我血窝窝的肉啊！要是满香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喝着这条老命也要先收拾你们。我再骑着驴到国外，把那个瓦楞子抓来，我杀了他。哎，什么瓦楞子？那是瓦尔特。都怪这瓦尔特的破电影，我要是有那么大的白布，我就把它全染了，做好多衣服纯着呢，红的一件，黄的一件，粉的一件，绿的一件呢。就你话多，说什么呢？你看，你们看，麦香。麦香，麦香，麦香，娘，麦香找到了。麦香，你干什么呢？麦香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说，爷爷，他知道那个瓦尔特。哎，啊，你这位这？我来说几句啊。那个瓦尔特呢，是个跑山的英雄，啊。我们这里呢，年年都演那个红灯记，总不能让那个瓦尔特穿上李玉和的衣服上场吧？啊，要让我说，这瓦尔特就穿关公的行头，那多气派！你胡说呢吗？这个年头，敢穿关公的衣服吗？气胆子不小。那穿什么呀？让他说，他认识瓦尔特。啊，对，你说吧，你说吧。叫我说，就穿武工队的衣服。武工队？不行不行！听他说，听他说，这个瓦尔特呀是个外国人，到时候呢把他这个鼻子勾高一点，脸呢再画白一点，穿上这个武工队的衣服，往这一站，英俊潇洒。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能行，能行，能行。哎，那个瓦尔特，他保卫了个什么？萨拉热窝。哎呀，这个西洋人的名字真是麻烦。萨拉热被窝。哎，大伯，你咋老想着热被窝呢？哎呀，是这个名字就是麻烦嘛。哎呀，哎，那你说，我爷爷就瓦尔特，放哪儿呢？你爷爷啊，在哪儿呢？在后山呢，笑什么？那他怎么没来呀？死了吗？死了？二十多年了。放后山，放后边。怎么能放后边呢？哎呀，后边精彩，真的精彩。能行，能行，能行，能行。哎，那我这次演什么？你还演日本鬼子？就是啊，对，你演日本鬼子最好了。谁说了？我不演。哎，狗子，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过来，这回啊，你演个好人，演一个瓦尔特的兵，跟在我身后，怎么样？真的，真的。
人家大白就是个角儿。哎哎哎，那我演什么呀？你邢二，你演那俩炸弹，炸死的小日本，炸你个头啊！炸你个头！瞎说什么呢？要我说啊，你就演那个花姑娘啊，你跑的时候呢，那个屁股呢，得咬得再厉害点。小胖子，有劲！哎哎哎！辛苦了，没事的。你先忙，我去给你倒点水。不用了。要。大伯，这块画不好了，来，这样，顺着你的眉毛这个画就可以了啊。是武工队员，不是日本兵。我给忘了，五眼鬼子也习惯了。那边，你站错了，你过去。说起大刀到边关，鬼子身后把我撵，小日本真是瞎了眼，竟敢撵你瓦大爷，瓦大爷。瓦尔特领兵出了关，山里鸟我在前边，哎呀杀那小鬼子，一杀死山里鸟我翻了天。
这个就是我爷爷。杨家窝窝村民，给我回村去！杨家窝窝村民，给我回村去！洋鬼子，是哪阵阴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哎，红旗，亏你还是个民兵连长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我来走亲戚来了。乔家堡村有你什么亲戚？唬谁呢？我是他家亲戚。哎哎，就是就是，当着乡亲们的面儿，我认了，他。是我没过门的孙女婿，怎么了？俺认，俺认，这一半天就成你孙女婿了，你唬谁呢你？怎么了，洋鬼子？你闹革命闹的都不让我们走亲戚了是吗？哼，这破戏有什么看头？我们杨家窝窝村年年是生产劳模，到时候我们跟公社说奖励我们一场真正的瓦尔特电影。到时候请你们去看啊，乡亲们，给我回去！哎哎，回！哎哎哎，洋鬼子，回！洋鬼子，你猴子照镜子，你得意个球啊你！我七叔说了。红娘公社演定了，过来过来，你哥哥说，红娘公社演定了，真假呀？不去问我爷爷去。走，再找队长去。真假？不去问我爷爷去。哥，赶紧下去。去不去？我就不去了，你去吧。不管你们，我不管了。我不去了。梅朵，都是你爷爷黑心，要不是你爷爷阻拦，我们早看上电影去了。就是。你们爹不领你们去，怪得着我爷爷吗？行了行了，我看他们都心黑，跟日本鬼子一样了。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哎，走哪儿啊？走吧，跟着走。去哪儿啊？哎，大家都过来了，过来了。这个坑我们挖好了，等会儿我们回家，谁都不能告诉大人，谁要是告诉大人。谁就是小狗小猪，对，谁也不能当叛徒。我们光棍这好办，看你们回去怎么跟娃说。咋说？就说狗日了，看个电影还在礼堂里，还不给俺们开门。咱去了，人家不是眼开了吗？里边又是枪啊，又是炮的，咱敲门人家反正害得咱们走了十几里路，冻个半死。埋有屁用啊！谁要咱去没电影看了？哎呀胳膊呀，这是谁干的？你们也没干啥坏事啊！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！那天晚上，大人们也没看成电影，我们这群孩子都挨了揍，连小英都饶了两条子疙瘩。只有爷爷没有打我，他一晚上没沾枕头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老婆子，给我煮碗扁豆子面。天明了，我去趟公社。要不来一场电影，我就不配当这个队长。
队长回来了！爹，爹，爹，公社怎么说的？怎么样了，队长？咱这没有电，发电机又大，后山过不来，电影没法放。队长，我们不怕危险，我们有驴驼。你见过发电机吗？那家伙比你们家那房子还大，用驴驼，驼个龟孙。那怎么办？公社成立放映队的时候就要来，咱这后山过不来呀，就把咱们和杨家窝棚给划出去，划出去了。爹，队长，要不叫扮猪哥给咱做做法，再把咱给划进来呗。挂上怎么说？挂上说，最近咱们村要大兴土木了。你别再提修祖坟的事。不是了，不是了，修渠。渠？水渠。修了渠，水一来，该来的就都来了。都来了。好。我给公社打报告了，公社说，咱们村的水渠要是修通了，公社就奖励给咱们一场瓦尔特电影。狗子，听我说啊，还没说完呢，公社说，今年冬天要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各个生产队都要修水渠。公社说了，那就看谁呀，修得好，修得多，瓦尔特呀，就到那个村儿。等会儿，队长，那瓦尔特来咱们村，不是还是没电吗？不是还是没电吗？公社说了啊，那怎么来啊？公社说了，咱们这儿要把水渠修通了。公社就想办法到县里去，把新到的那个发电机呀、啊、借回来。啊，咱们村再演电影啊，就没问题了。这就行了。咱们村比那杨家窝棚人少，修区咋修得过他们？哎，这个啊是上边定的，这回啊。咱不蒸馒头，争口气，啊！我就不信咱比不过杨家窝棚。就是，为了瓦尔特，咱们拼了！对，拼了！雅信5.7公尺，智信4.9公尺，良信6.1公尺，月信5.8公尺，青山8.7公尺。怎么啦？黄忠叫阵。我就是不服老。爷爷太厉害了！全信3.8公尺。哎，这
狗子，狗子，干嘛？你这太少了。就是狗子偷了不干活。闭嘴！磕巴说什么？听不懂。就知道聊我媳妇儿。去，你媳妇儿勾引我。闭嘴。挖的少。去，我那石头多，我骨架都累散了。哎，三天肩膀，四天腿，受够了就好了啊。直线3.9公尺，全线闭嘴6.1公尺。他大白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。6.5，你干活不行，但你演的瓦尔特，那是全世界最好的瓦尔特。嗯，真的。就你的名声要紧，这可是全村人的脸面。6.5公尺，一线6.1公尺，一线加线5.4公尺。奶奶，哎，奶奶。是红旗的事吧？嗯，红旗家说了，他来过了，让我也过去一趟。这是大事，得跟你爷爷说说。嗯。走，现在就走。你好，麦香。哎，你过去看看，看看他们的渠修的怎么样了。哎，这个丫头。那天，姐姐穿了她一直不舍得穿的红花花袄，欢天喜地地走了。他回来的时候，跟着太阳一起低落着头。爷爷追问了半天，姐姐才说，他们村修渠修得比我们快。这下子，爷爷又睡不着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班主葛的话，我琢磨出来了。人丁。半夜三更的，抽什么风啊？不怕招鬼？爷爷，干什么呀？还让没人睡觉啊？麦香。嗯，爷爷。明天把红旗叫来。小女子啊，该准备嫁妆孩子们的事，你们都愿意呀？愿意。我们家人口少啊，我寻思
让红旗倒插门，你们看行不？倒插门？这个不行吧？你看，我虽然有几个男娃，我们村长也说了，我们把姑娘娶回去才是正办法。对呀。你们不同意啊，那我们就不嫁。不嫁就不嫁，不嫁还谈个什么了？那不谈就不谈，把东西拿走，拿走，拿走，走走走走走，拿走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哎。怎么了？走走。我就不信倒插门不行，咱就往回娶，越快越好。你说什么疯话呀？这男婚女嫁那是大事，你当清明节下捏面人儿呢？咱家老七不是还没媳妇儿呢吗？什么？结婚？跟谁结婚？杨家窝棚杨二木匠的三闺女。人家一说是你，嘿嘿，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彩礼都不要。那为什么呀？十里八乡的都说你是才子嘛。不行，我不要，我要自由恋爱。自由？嗯。哎呀，你都复原六七年了，明年就三十了，你还自由个腿？我就自由个腿。我不跟你废话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村修这个水渠就缺劳力，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。爹，咱村不就是缺劳动力吗？只要你同意的话，我明天就结婚。乔有七、郭红霞的新婚庆典，新婚庆典仪式现在开始。好，首先请一对新人拜毛主席，二拜父母，夫妻对拜。新人向毛主席像宣誓。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。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嫁过来一定听毛主席的话，干好革命，过好日子，为革命修渠，给革命生娃。明儿个我就下地干活修渠。修渠，是。我也向毛主席发誓，我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孩子。你生娃用我帮忙不？啊！婚礼仪式现在开始。现在请我们队长给大家讲几句啊。哎，我说两句啊。
今天呢，既是婚礼，又是动员会，你们大家呀，都要向我们家老七学习啊！为了咱们完成修齐任务，添丁加口，咱们呢，说什么也要把那个瓦尔特请进咱们村，好不好？好，快齐！我说老七啊，啊，这刚结婚就出来干活，让媳妇儿也跟着，不怕委屈了新娘子啊？我跟他说了，可他不听啊，非要到这儿来修渠，我拦呀也拦不住呀。啊，那我还不是为了让咱们乔家堡的老少爷们早点看上瓦尔特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听你的。哎，大伙儿都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啊，我让新郎新娘给咱们讲讲他们的恋爱经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好，快过来！也没什么可讲的。哎，说说就说说，我来说。三年前他在县城进修，我在县高中读书呢。我俩呀是看电影认识的。嗯，什么电影啊？《沙家浜》，我看了七遍了。我看了六遍呢。看着看着呀，我俩都会唱了。是，后来呀，我俩就认识了。他说我长得像阿庆嫂，像不像啊？关键他说我长得像刁德一。还是自由恋爱好。好。哎，我让新郎新娘给咱们唱一段好不好啊？好，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来。哎，我说狗子，瞧你这两上下劲儿，还不是我个婆姨呢。就是因为我没婆姨，干什么都没劲儿。没劲儿，半夜转人家杨家窝棚猪圈，你就有劲儿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真要是喜欢人家，就娶回来呗。你这破嘴可不能瞎说。老七啊，老七，哎爹，这儿呢，怎么了？麦香呢？爹，麦香，我也没看见呢。实话对你说吧，麦香跟红旗打结婚证去了。不可能，那得开介绍信，公托我锁着呢。听说家贼难防吗？我今天就当了一回家贼。介绍信我给他盖上戳了。你偷我工作？怎么？你告公社去，叫他们来抓我。你，乔麦香是。杨红旗到。麦香，你们村里领导都同意没有啊？同意。麦香，爷爷。麦香。同意什么？走，跟我回去。走，红旗，跟我回去。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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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看，给我开介绍信，我要结婚。
什么？我要跟杨家窝棚的曹世莲结婚。曹寡妇，烈士媳妇儿，你也敢惦记啊？怕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那曹世莲有四个儿子，都是好的劳动力。你要给我开这条信，明天就下地干活。那我给你开了，那个洋鬼子能同意？没问题，人都来了，就等我回话呢。好，你叫他到队部等我。嗯，我开去。怎么了？这不吃饭就能解决问题了？我跟你说呀，这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爷他不是纸老虎。切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？这他不是反动派，那他反对自由恋爱也是封建王国势力。我跟你说，红旗啊没走，他晚上给咱们村挖渠呢。什么？嘘。来了，好好表现啊。队长。来了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大吕。哦，你呢？我叫阿吕。起名可省事了啊！三吕。对，我是三吕。哦，四驴。不对，我爹生我的时候，我家驴也生了。我爹怕我家驴吃亏，所以我爹叫我五驴。你们家还有头驴？是了，我们村接的使了。哦，那你要是嫁过来，那娃们归我，驴也归我，我跟他们说去。好，好。这个渠要是修不好，咱俩就不能在一块儿。先喝口水，我可不想渠修好了，人没了。石莲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？娃们小，你没少吃舅舅，我没少帮你们。现在娃们大了，顶事了，你要带他们改嫁。这个村儿我不干。你说什么？啊？我没良心？那我男人怎么死的？是不是修水库死的？啊？我看啊，不是我家对不住杨家窝棚，是我啊。对不住你呀！你说什么？是你对不住杨家窝棚。
我说什么你听不懂？我家那猪圈你没少爬吧？啊，要不是我家那猪咬人，你这娘们儿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我今天来就这一件事儿啊，你给不给我盖这个戳戳？不盖。我可是话说到前头啊，你要是不给干，我明天就带着我婶儿去公社告你去。上头怎么管我不说，到时候看你家婆姨怎么扒了你这张皮。石莲，你闹什么你？你说我闹什么？到底给不给我干？不该我可喊了啊，我可真喊了啊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盖盖盖盖，行行行行行，盖。我是个命。盖盖盖盖，我不是舍不得你吗？我给你盖，给你盖，我给你盖，我给你盖。哎呀，有人把我家猪圈了！我给你盖，我给你盖还不行吗？你怎么来啊？刚才干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没干什么，干什么？我叫你爬出去，我叫你爬出去，干嘛呢？我叫你爬，没事，我叫你爬，我叫你爬，爬。哎，没做什么，没做什么，没做什么，爬爬，别动。干嘛呢？哦，闹呢。啊，队长，我找你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给我开个介绍信，我爹同意了，让我跟乔家卯的麦香结婚。我倒插门，开他妈什么劲儿去！滚，滚，给老子滚，滚！干什么了？啊！没干，爬人家猪圈，没干，爬人家猪圈，杨贵子你就不是人！来，我来这个，来来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来来来。大伯，快吃饭。你吃吧，我不吃。整天的稀汤灌大肚，把肚子灌大了，我还怎么唱戏了？那你吃玉米面窝窝，这可是细粮，我们都吃糠窝窝。爷爷说你辛苦，特地关照为你做的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个瓦尔特有什么好的？麦多，我问你，你看了那瓦尔特，你大伯还是不是个角儿啊？乡亲们，我们杨家窝棚是第一个打通的。说什么呢？这是我们才是第一个打通的。我们这儿可是冻土啊！眼热什么？我们这边不也都是冻土？我们挖的比你们长，你们人还比我们多呢。就是。我才不和你这娘们说呢，有事儿去公社去说。乡亲们，走。去。走。走。走。杨家窝棚。杨鬼子，真是的。杨鬼子，走吧。什么人？没事，没事。爹，我算了一下，一共是11120公尺，肯定赶上杨家窝棚。爹，这回你放心吧。哎呀，这下啊，老少爷们儿能睡着觉喽。对，队长，这回咱村能看上瓦尔特不？能。
指定能。这回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，队长？是啊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爹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都别说，都别说，队长说。公社说了，修渠有功，奖励两场电影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，啊，给杨家窝窝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喝口水。给家窝。哎呀，对对，队长，你就先别喝了。赶紧说，咱村咋样了？给杨家窝吧，和咱们村了。电影看了，电影看了。队长，你说话大喘气，你吓死我了！你。来，干了，干了。老死头子，你过年了？过年？那是全世界过。哎，这回呀。瓦尔特就来咱们两个村，那比过年还稀罕嘞。走道上。哎呀，瓦尔特快来了啊！我呀，还真想看看这个电影是个什么东西。我也想看呢。这回呀，我拼上了这条老命，就觉着社员们呢都累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要是看不上一场电影啊。那该多憋闷呢！就是，来，你们吃。哎，老七媳妇儿，明天啊，你和你娘一块儿把麦香的嫁妆拾掇拾掇。嗯，爹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介绍信，介绍信呢？爹，同意了。介绍信，麦香，介绍信。爹，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哎，大婶儿，哎。问一下，这个杨家瓦尔村和那个乔家毛往哪里走啊？什么？杨家窝棚和乔家毛该怎么走啊？啊，乔家毛我们村在上面呢，杨家窝棚下面呢。啊啊啊！走走走，杨家窝棚。哎，我说你们去做什么？放电影啊！啊，放电影！什么电影啊？瓦尔特。啊！到我们村放呗，乔家某，乔家某，我们村就在上面呢。你们乔家某村呢？哎，不行，那个公社规定了，先去杨家窝棚放，然后你们乔家某啊，等到明天吧。为什么？这个不为什么，公社决定的。哎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修渠也是我们村修的长，修的快，修的好，说好先来我们村放的，为什么先到杨家窝棚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这个小姑娘挺厉害的。哎，是这样的，这个事啊，我也可以做主的啊。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？那个小姑娘亲我一下，我就去你们村放两场，两场，两场。叔叔，瓦尔特的电影就在里面吗？对对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电影机，就是放映电影的。这个呢？就亲他一口，亲他一口又不少个事儿。他是不让我亲，不然我就亲了。是。这个，哎，啊！我说，要是我们亲你一口，你就到我们村放电影啊？是。真的啊？真的。你干什么？我亲了，你可得上我们村放电影了。大嫂。人家还是个黄花小伙子了，我是让小姑娘亲，没说让大嫂亲啊。什么？我老媳妇儿，我亲你白亲了。不管你要到我们村放电影，你耍赖皮吗？我不管，还是个黄花大。我不管，你得放电影，去俺们村放电影。哎呀，走走走，哎呀，你就得去。不行不行，你这是耍赖皮。不
大家听我说，这看电影啊，是有学问的。什么学问？啊，一定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电影啊，是带电的。电人不？不电人，电眼睛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用一只眼睛看，不然的话，两只眼睛看的话就成对眼了啊，就再也回不来了啊，就成这样了。都跟我学啊，要睁这一只眼。闭上一只眼，来，跟我学。睁上一只眼，闭上一只眼。哎，你都说我这样行吗？哎，你看，看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最像了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哎，小英好，小英好。哎，哎，什么事儿？我有要紧事找你。嗯。我刚刚算了一卦。嗯。那瓦尔特要来，可不是好兆头啊。什么好兆头赖兆头，全村人都高兴，那就是好兆头。卦上说瓦尔特要来了，村里要出事儿了。一场电影能出个屁事。班诸葛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全村人为了这场电影饿着肚子大干了3个月0-7天，现在电影就要来了，谁要是敢阻拦，谁就是全村人的敌人。哎，那瓦尔特要是非来不可，我就上山避避去。哎呀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你就是坐上飞机上天，我也不拦着。你，爷爷。怎么了？你是来退亲的？啊，不是。我是求您把麦香嫁给我。都是我的错。麦香是为了村里人看电影，我不应该跟他计较。我错了。哎，麦香，麦香，今天你和红金去扯证，看完电影咱就办喜事。放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看着啊，看着啊。好。
那一天，天特别特别长，我和小英墩子一遍一遍地看太阳，看了几十遍，太阳终于落下山去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来，马上，马上迈上。你就是那个演瓦尔特的？我来就是跟你说，今天晚上你演你的瓦尔特，我演我的瓦尔特，我们两个对决一下，看谁演过谁。老大，老大，你，老大，哎，狗子呢？哎，狗子呢？这狗子说去看一眼，这会儿都没回来。哎，他就是一个小兵，有没有他无所谓，有你演他爷爷就行了。他在这儿也演不了个什么。就是。给谁演的全是屁股，啊？给谁演的全是屁股？大哥，你是角，你一亮嗓，肯定有人捧。对，开戏，开戏，开戏。好。罗呢？没有罗我怎么亮相？罗上哪儿去了？铁匠看电影了啊？看电影了？看电影去了啊？铁匠，嗨，铁匠，哎，看电影了啊？看电影。不就是一场电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。我也去看一眼。哎呦，你笑什么？怎么，这不都成独眼龙了？我们怕看对眼了。啊？这都可以看成对眼？
那我岂不是早都成了独眼龙了？乡亲们呐，没事没事，啊，直接两只眼睛睁大了看，不会成为独眼龙的，下不了的。我总算看上电影了，这辈子啊没白活。俺是白活了。哎，哪个是瓦尔特？瓦尔特？嗯，就是那个戴塔特帽那个吗？塔特帽在值班。保安警察机动队党卫军少尉沙斯。那是德国鬼子。昨天晚上游击队袭击的时候，你干什么去了，中士？前面那个是后没干什么后，你看，快看！哎，你看人家那儿房子可真多呀！我们车站了，我们车站了。咋了？不是你！别过来，阿兹！阿兹拉，别过来！快跑！快跑！不是你！不是你！阿兹拉！乡亲们呐，下雪了，咱不看了吧？不看！不能停！上！不能停！不能停！继续放！继续放！不能停啊！电影了，啊！我们终于看上电影了，咱就在这看。我喜欢你的心情，如同你消失了一样。你能聆听无声，而我却无法看见你。就像星星，全体要
我们村子和瓦尔特的对决就这样结束了。大伯再次成为我们村子不可动摇的角色，只不过他演的还是狗子爷爷救瓦尔特的图版故事。那是一个令我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最开心、最美好的童年。